我知道他虽然是香港人，但是我觉得他定位就是台湾歌手，他是滚石歌手。还有那这些创作人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创作人，是小虫大哥。所以这两个我非常喜欢的创作人跟歌手，我今晚就要唱我自己的版本，就是我第一首学会唱的中文歌，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。给我一个时间对你说爱，守住这心，缓缓呼吸，深深地感觉心在说我爱你。